所以要成就一些事情，就是要有心、有愿，还要有力，才有办法执行。再来就是，我就开始训练选手。训练选手以前我们学校没有得过第一名，我训练以后第一次是拿了第二名，那么一线，后来大概我们连续都拿了冠军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参加全国赛，我被第一训练的第一队，我全国赛第二名，我训练第二队，我第二队这个有一个老凤国小，他拿了十次的冠军，我就跟他有一赛十次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们来了，第一次有一赛哦，我们学生，他们学生差的一半都打不到，一半的分数都打不到，满分750，他们大概700多分，那我们就是200多300多，我们有200多300多爬起来，爬了比赛十次，第九。比赛这个第十次的时候，我们还差他，还差他几分。我说学生回来以后，说大家进步很快。之前我们要追那个哦，追得很那个，说只要大家留一下，有希望拿冠军。结果我们就拿了冠军。哇！那老师我想说，哇，张老师，你怎么这样的？他们十次被我们破，就这样子那个。再来，我这个全国赛还有国际赛，我们参加几次以后，我们学校的珠算教学开始有名了。那么有的要跟我学。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规定嘛，就是技能和艺能科会在学校课后。可以教，所以点实际上会有那个、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社团活动课程，就是说下课以后老师来做指导，然后就是小孩子支付部分的中午，那么早以前就有了，那个大概民国几年？很早。那个时候。我说的这个学生后来有个没有办法教下去，所以我就争取老师，各位老师有没有兴趣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教。不过待遇不好，因为那个时候说20块公办的，20块是大概这样的，15块等于是奖励费，奖励的肚子的钱我们给那个。等于老师可以拿到5块钱的这样子的，5块钱，是一个礼拜每天都留下来3天。一个礼拜有3天，三天，26。上一个月才拿5块钱。拿20块。对，拿20块，有15块是印那些资料给孩子打。哇，是这样，等于是我也告诉他这个等于一种牺牲嘛，大家谁愿意呢？结果就是有这几位，郑秋田老师、林路本老师、林木子老师、沈峰德主任，沈峰德主任那个时候教主任，那个金他退休了，还有林石英老师来参加，李那个时候还没有进，还有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人数多了，这个全国我第一个。设立在小学设立全国珠算检定，第一个，老松国小是第二个设立的，所以我们比老松国小还要早，对，早期是老松国小先发展，后来我们超越它，就这样，全国在那个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张主任你了，那下面我谈谈我这个推广的结果，我们全县第一，这个是常常啊。这个太多了，全国第一，第一次全国第一被派，那以前要出国不简单，也那个参加国际赛，我们在国际赛里拿个人第一、团体第一，我们总共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国际的珠心算比赛，冠军有31次，里面有六
六次是别的学校组的，不过这个也是我教的学生也那个，后来是这样，后来在学校说不会教，正念班不会教，那后来只有在自己家里这样教。再来六灯奖，以前中式有个六灯奖，清算第一，这三个小朋友呢拿到了这个，这个都是珠算九段、清算十段的，曹安跟朱慧争出来的。再来第四个，我们打破全国赛的记录，陈瑞雄、林思辉、许荣金，这个是。珠算十段，心算也是十段，这一些他差不多都靠近满分了，750都靠近满分，有分数拿到的。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人破，没有一个队破这个记录。没有人破这当初的记录。对对。再来，建国堂总会主办的全国六世杯心算比赛，我们拿到了第一。因为他们第一次救国团第一次举办这个，他们不知道的程度了，所以题目很简单，结果满分很多，所以满分通通都是第一名。那我们学校就有肖艳萍、满分于佳琪、林美君、温秀娥、杨菊，还有啊，简志明也是，我把它划掉，这个是中山学校，不是我们学校。再来，我们洲际比赛，洲际比赛是两年有一次，两年有一次。第一届呢在台北我们拿冠军，第二届在东京也是我们拿冠军，第三届、第四届在东京也是拿冠军，我们一直都是拿冠军的。第七个，因为我们常常拿冠军，所以日本队、日本人他们很好奇。了解女子国侠到底这一队到底是怎么训练的，所以他派了一队来到学校举行友谊赛，那么结果还是我们学校第一，日本队第二，成功国侠队第三，就这样。还有韩国，韩国的珠算队也访问本校举行友谊赛，结果还是本校第一，韩国队第二，成功国侠第三。再来，大陆日本，这个不是韩国，是应该新加坡的。新加坡珠算老师访问本校，然后本校。所以那么早期就新加坡就来我们学校了。对，这个是后来。后来。进行珠算教学研习，由我来主讲。这个我找到了一些资料。再来应这个新加坡的珠算学会邀请，派十段学生叫吴家前往新加坡的各国小实地表演，他们表演一个星期。这个的学生家长啊，我啊老师的团队。住宿费什么的都是他们负担，家长也很高兴，到新加坡去旅游，他们也有安排旅游的，更卖的，一个礼拜免费。再来，我们学生哈、参加全国珠心算锦标，段位合格者有1000多，我们学校，十段满段。就有37个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？就是刚才跟这个教学，大家有五位老师帮忙的关系，因为他们教了以后，到了三级上就教给我。那么三级要进段位很简单，一下子那个大概一个学期就可以进段位，那个所以我们段位的那个。还有以前我们设立检定，设立检定的第一届呢，我们只有600多个的多少学生，但后来到哪里4000多，
我们容纳不下了，我们学校没有办法容纳，所以我就建议在罗东也开一个考区，啊，有一部分就到罗东去，就这样，就发展到这样子。现在考的人数太多了，小学生、国小也都是小学生来考，啊，所以以前学习的风气也相当那个，有这个就知道学习那个。再来，我想谈一谈这个有趣味的事情一件，就是韩国队哦最怕女子国小队，真的？为什么呢？就是我第二次出国的那一次，先到韩国，现在韩国呢，那韩国的教练怎么讲呢？啊，今年你跟日本队的台湾队呢，没有办法。他们自信满满，那我问了为什么，他说我们有蛮断的，小学生六年级蛮断不容易，我就默默不讲，因为我们学生都是蛮断的。那比赛他们出题，他们改，改出来发表以后，第一名女子国小，第二名女子国小，第三名女子国小，第四名才是他们的蛮断。那么他就问了，后来都宴会，宴会问，那说透过一些欢迎，我说你们学生到底是几段？我们满段为什么会赢我们？啊，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满段，也许我们中华民国的满段严格比较严格一点。说他那后来那一路韩国队怕得要命，说。他到女子国小，所以三年后，三年以后，他那个时候比赛在中山堂，我们国家主办，因为那一年呢，是我的孩子医学院，我要赚学费，赚学费我到山上去包里，老来啊。本来还请公主生啊什么的，我也去，所以我礼拜六去上山，礼拜天傍晚就工作时候就回来，就这样子礼拜天，所以我就比较那个。同时那个时候我们比赛呢，全国性的比赛我们只有拿到第四名，因为我没有什么训练的关系了，第四名全国赛是5月。那么，那这个国际赛是8月底，我就告诉学生说，现在因为在本国也可以派四队参加，所以我们刚好第四名就是第四队，我们可以参加，我们也被邀请参加，说我家长也集合起来，很高兴，我为了公平的话，尽量小步。我要赚学生啊，我的那个孩子的学费，我这样子要上山，所以我要拜托你们要怎么样训练怎么样的。那家长很同意，所以我今天你这个加入了，就都是暑假训练，5月过去，6月，7月、8月暑假都是家长训练的。我暑假我通通在山上，那家长这个训练。如果加上训练也很好，那么结果去参加比赛，参加比赛呢，就是我们第一年中华民国女子国小，我们以前呢在全国赛是排第四名，现在我们把前面的三国赢过去，也赢过韩国队，也赢过日本队，我们排第一名，个人也是第一名，哦，很了不起，我觉得家长。这样子，这个精神啊，很了不起哦。不过这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，我有检讨过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？这个哦，自从韩国那一场比赛，韩国的比赛，他们很好强啊，说他们有招待我们去旅游回来，说马上要比赛。我反对，我透过日本也反对，说对一定要三十分，
其实因为我的学生有的上车就晕了，回来就吐了，我这样怎么比赛？我说一定要30分，后来他们也认为可以30分钟比赛，哦，就这样。这个是我们做教练也一定要顾虑到学生选手各方面的。那么这个地在中大场的比赛，工商场挂路边的比赛，也是发生这种情形。什么情形呢？我一进去会场的冷气开得很冷，我说这样子受不了了，我马上学生过来说你们有带外套，然后都在家长那边，你外套要拿出来，要长袖，如果你不冷没有关系，你冷的话一定要穿外套。那结果他们都穿外套，我穿了。那么韩国队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问主办人说，你是国家队有没有参加？你是国家队啊？就有啊，张老师的那个队友在那边。他马上他们的选手就有，大家注意了，那个民族国家很厉害了，一定要小心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紧张，很紧张。那我对学生讲，你没有关系，照平常的打不好都没有关系，尽量去发挥就好，注意这个保暖这样。那结果比赛。就是我们还是我们嘛，这样就这样。那么出来后，大部分的选手都是老师很冷漠，手都在发抖。可能这个原因，他们没有注意到也有，就是韩国他们自己有穿外套，就我们原来在我们前面的三个队都是我们的。老师就是要说关照到需求，学生的需求。包括心情，包括他的体力，包括环境，哇，老师听到你讲这么多，其实我就觉得非常感动。就是从没有到有，然后从有到成功，然后到从成功到卓越超越。事实上，这个是要有一些方法，同时是要有老师不断的带领。那最后是因为家长带进来之后。对，然后还是一样维持这样好的成绩哈。再来，就是我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美国的朋友回来告诉我才知道的，说在美国的这个《中央日报》哈，有看女子国小的消息哦。说什么消息？女子国小里面拿冠军呢、全世界拿冠军的消息。我那个到最近的那个我还保存，后来我的孙子要替我写传记了。我现在不晓得他有这个，我觉得很宝贵。这里头，中央日报是美国版的，他们是以学习民主国小珠算队精神为题，有一个短评，短评呢文章不长了。不过呢，说要学习那个民主国家，要刻苦耐劳啊，要认真啊，要怎么样的、这一些精神啊，怎么样这个，我觉得是很光荣的。再来，我介绍我个人全国性的表扬，全国性的表扬还是我常常仪表教师的时候都有的，魔幻老师、魔幻老人。模范父亲什么都有了，不过我觉得这五件的全国性的可能比较代表性的。第一个就是第一次诗作奖，我是以数学教学、珠算教学、语文教学得到。第二次的诗作奖就是总务工作跟珠算的比赛，跟世界妇女比赛这个得到那个第二次的诗作奖。第三个就是读满4年，14、40年，就这样。总统召见吗？40年不是都总统会召见，然后送的给你？有了，总统是在这个第一次诗作奖是蒋中正。蒋中正，第二次的蒋经国。蒋经国。第三个是李登辉。再过来就是全国的绩优职工奖。我4、9岁开始的做志工，
现在我的职工，我的服务的项目就是居家老人，我每一个礼拜早上全县的居家老人，他们会有名单给我们去访问，给他打扫，还有他们有什么那个我们拿一点东西送给他的，或者各种服务他们需要。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立起国小，立起国小附近有一个92岁的老哥哥，他我问他，你现在你最希望你服务的什么？他说他希望他的孙子来看他，他一个人住。他后来我打听起来，好像跟孩子的那个父母不怎么和好。如果我说这样不行，他92岁，我想办法，我就联络他的那个孙子在立信国小屋，我就把情形告诉他。那么他也带了他的孙子去访问，他哭起来，很高兴。那个他第二年就去世，93岁他就去世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好像做了一个好事了，他这样的。全国我是得到全国绩优志工奖，因为我志工做了26年，那还算不错。除了这个居家老人以外，还有贫困的，还有不办一些活动的种种那些。再来，最近五年前那个上面，我得到了全国的10大大爱奖。我为了培育子弟，还有志工26年，总统这个现任马总统在总统府召见了。你很厉害，我们中华民国总统都让你见了。
这个耐心治疗一下，还有数学方面会影响最大。数学方面也在，我们学过珠算的那个数学。我的观点哦，我常常跟家长谈起这些事情，说以前呢，这个叫做书法，还有叫做画图，那书法呢，后来觉得有了原子笔出来，书法以前的话半光嘛，都要用这个毛笔字，现在不需要了啊。不过，那么书法现在还有什么艺术性？他觉得这个很艺术，培养心情的那个，还要那个也要培养耐性的啊，有走这方面去啊。再来绘画，就以前叫图画，现在叫美术啊。图画照相机一出来，你不必画嘛，那照相机一照，哎，这个就比较那个啊。那么现在的走向什么？就是艺术，艺术的观点，就这样子，他们成熟。所以我是觉得珠算呢，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像以前的哦那么样子。不过少部分我的对这一方面重视的还是会继续学，想要锻炼头脑，想要有耐心，想要数学能力好一点。或者要记忆力好一点，他有的那个我们的对抗里面有现在大学，在大学生啊，他们那个就是有学过珠算，有没有学过珠算？有一个教授，那个彰化的那个叫什么？彰化有叫什么学院？师范学院。师范学院。他的数学科主席，他对这一方面研究，结果他们有一个结论，还是说有学跟没有学有差别，有那个就对记忆力的，尤其是计算能力的速度的，这样都有那个。那么以前早期的时候考。台大的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他们都是学过珠算的。为什么？学过珠算，他速度快，那么他会做得完，别人做不完。就这样子，有这个。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说说看？就是说，老师其实在学校也担任过这么久的经验，是跟一辈子大概有。一旦国小是你一生当中的职业生涯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我相信你一定对我们宜兰国小，就是早期的前身女子国小，有很大的期许或期望。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说说看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祝福，然后给我们期望什么？这样。宜兰国小，我毕业就进到宜兰国小，然后退休也就在宜兰国小，大概有45年的这个时间一直那个，我对宜兰国小是有很大的这个感情的，那个我觉得现在宜兰国小很不错，我们像陈校长啊，还有。几位校长啊，几位校长都很认真的那个。我知道有的学校啊，这个就没有那么幸福。我们学校在大家这样子，所以我祝福大家再进一步，在大家那个团结合作啊，那个把女子国小再带上去。哇，太好了！谢谢。